就他手机隐藏项目里面还有网红的那一种。我靠！所以你曾经抓到过男朋友看外流影片还储存？对啊，就在相簿里面。如果对方是未满18岁，对，其实就算是他是传给你也是 OK 的。未成年就是一个犯法的关键字，就是所有的性剥削的项目里面有一个叫做视讯裸聊的案子，男生超多，他们要拍这些男生的私密影像，对，是要干嘛呢？其实很多都是为了要。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看什么看？就是在说你啊，干嘛那么凶啊？这是到我干嘛？你到我干嘛？啊，我们是明明就我是建明 ，AK blah blah 俊明哦。今天晚上收看《民事调查局》Yo ，严肃。在这影片有人说我们那个玩笑开得太超过了，觉得有点太嬉皮笑脸了。好，5秒钟。A few moments later。好 ，OK，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主题是外流影片大调查。最近来最红的新闻是什么？黄子佼的新闻直接炸掉整个新闻版面，很夸张。还有统神的新闻也炸掉新闻版面。统神未成年。对，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外流影片真的很猖獗。我们今天要来导正我们所有人的观念，所以我们要来聊外流影片这件事情。那我们在导正这观念之前呢，记得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最后真的是重点。希望这支影片不要被黄标，因为上一支影片已经有稍微被黄标了，然后我申诉了一下之后终于回来了。那有兴趣的话看我跟督导上一次的合作，我们看这边对吗？这边吗？另外一边，或者这边。好，同学问第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几岁？18，高三。高三。那我想问一下，平常有在看外流影片的习惯吗？我只能说是个男人，多多少少会接触到，但是如果过头了，就是会被延上了。过头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焦哥，他很屌哎、欸，4TB 哎、欸，你应该那个剪影片你自己知道剪不到4TB 吧？我操！那你觉得这个看未成年的这个外流影片，你的感受如何？这个就是知法犯法。这种外流影片，你不要说成年或未成年，只要是外流都是外流，没有分什么成年未成年。那其实大家都在传来传去的，你都会不小心或有意无意，你一定会看到。那对于这件事情，就是现在黄子佼这件事情发生，你要不要道歉一下？以我做起，对，以后有外流，我看到我也不点。好，那我跟旁边两位主持人一起跟社会大众对不起，对不起。认真的，以后我们只要看到网络上有外流影片的群或什么，怎么办？直接报警，检举，直接检举，不要笑，不要笑，截图，检举，警察局，我要去检举你。你会想被外流吗？你女朋友如果曾经被外流过，你的感受？你 OK 吗 ？No， 人生父母养的、這個，以后你女儿上国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黄毛的靠背，我女儿很乖的，放开她。你有办法接受另外一半看外流影片吗？没有办法，因为外流影片就是违法的、啊。但是 A 片是可以看的。对啊，你男朋友可以看 A 片，但是不能看外流影片。对啊。你有没有曾经看过或知道大家在看外流影片？有啊。那你对这件事怎么想？就是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个、maybe 某一个未成年女生或某一个女星的跟男朋友，我不会点进去，就是有那个网址出来，可是我不会点进去。但是我前任会，就他手机隐藏项目里面还有。网红的那一种，我靠！所以你曾经抓到过男朋友看外流影片还储存？对啊，就在相簿里面。那你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你的感受怎么样？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存这种东西？”他说：“哦，我存了也没有要看，就是存的。”我说：“那干嘛存？”这样，我记得我有叫他删掉，但我忘记我有没有看他删掉。但你有傻眼到觉得分手不行，价值观不 OK， 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因为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大家我觉得流传太广，就是大家网址大家都会点开。今天你今几岁？一些27。你有看外流影片吗？我没有。确定？你发誓？我发誓。发誓。对。发誓，我没有看外流。你没有看过？没有不小心点开过？有不小心点开过。OK， 好，你看过。因为我觉得是不小心的。对，你本质不是想看。对，我没有想要那个意图。但你看的当下感觉怎么样？我看一下他就点出去了，我觉得很不好。为什么？来解释这个不好。就是说明他们不是自愿要流出来啊。如果你自己被外流了，OK， 你相信他，结果他自己偷装针孔之类的东西，在你非自愿的状况下给你外流出去，你的想法是什么？啊！我会告他。如果你心态会怎么样？啊，我会觉得很糟糕哎。但如果下面有那种裸体，就是你走在路上，然后大家都看到你裸体的感觉。OK。那如果下面的留言都不是那种很淫秽，都是夸奖的，哎，这觉得不行啊，这感觉很被物化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是一个商品，在给所有人在那边看。啊、第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你有办法接受另外一半看外流影片吗？我觉得讲实话哦，不要因为镜头在，你能接受就接受。如果是真的是没看过，然后很好奇。然后去看，或者是不小心去看，一次两次那我可以接受。被你抓到在现场，已经是成瘾。
那完全不行。不行。但他是对 A 片外流影片所有都是感兴趣的。那他应该有病。听到吗？有病。就是他可以看 A 片，但他不可以看外流影片。嗯。那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在看外流影片这件事？有啊，就是同学或朋友可能会讨论。啊，对这种事情感受怎么样？我其实没有很理解为什么要看这个，就是想一下当事人心情，可能也不会好受。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我蛮喜欢，就是同理心的问题。好，随堂考一下，你觉得？随堂请随堂来考吗？外流影片跟 A 片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吧。然后 A 片应该是可以上网查得到，外流影片应该是要用特殊的手段去获取。哦哦，你说比如说像某些艺人用买的这样子吗？哎，对，那种就是某些艺人他用买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还买未成年的，应该下地狱哎。嗯，那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呢？那我真的只能叫他去死啊！听到吗？有病！同学，请问你现在几岁？刚满18。来，我们不管以前或现在有没有看外流影片，跟镜头道歉，说以后不会看外流影片了。我在明就这边，还有不要讲明明就，不要再扯我们两个了。不要再扯，不要扯我们两个。认真对镜头说，我以后不会看了。我以后绝对不会看外流影片。如果看到怎么办？如果我看到了，少5公分。看到有人在 PO 怎么办？那个人少10公分。检举，报警，报警检举，真的报警，绝对是报警检举。就当世界与你为敌的时候，你也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没错 ，OK 吗？没错，不要同流合污。每个人都要讲，就性癖可以冷门，不能邪门。Nice。好，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督导。又是我。时隔近千又再回来，其实是说是蛮感动的。对，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不要太常回来了。对对对 对，就希望憾事可以减少一点点。这一次其实我们在聊的偏事件性剥削啦。好，那我们就请督导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最近闹得蛮严重的事情，就是一些外流影片的部分，这样。黄子佼，创意师法。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外流影片怎么来的，这样子大家才会知道说我看的东西是什么。是，对。那其实我大概粗略分成这四种来源，就是为什么会有外流影片的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偷拍嘛，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对，就是比如说厕所或是旅馆，可能就是在浴室啊等等之类的泡温泉的地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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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地方就很容易会有一些针孔啊，或是有人偷拍，甚至也有那种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底下躲过去。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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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呢就是属于偷拍的范畴，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也还包含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其中一方是不知道是被拍的，偷偷手机架在旁边或藏起来，对，然后捅出来，然后拍在侧拍，对对对对对对，这种也都是属于这个偷拍的范畴。是，然后再来一种就是自拍。那为什么会有自拍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比如说两个人在关系当中，一个可能是很喜欢对方，拍到盲目了，你能不能拍那个给我看？对对对，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就是威胁啊，或者是说用一些心理操控的方式，你不给我就是不爱我。对对对对对，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对，就情勒这种方式来跟对方要。也有人就问说，那对方自己主动，就不是我，是对方自己主动传过来的，这样子我也有事吗？这个是什么没有养自己没有生女儿的言论啊？那我给你看，跟你传给所有人看，这能一样吗？对，这其中一个是说，如果对方是未满18岁，对，其实就算是他是传给你也不 OK。那如果他未满18岁，他传给我，我可不可以直接说你这样触法哦？你这样诱导我犯法，我要报警，这样可以吗？他传给你就把他删掉。他害你啊！他害我，对对对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先不要讲啊，是有哦。等一下真的会讲哦。好，来继续。那刚才讲的就是未满18岁的，就是通通就不要，不要叫他传，也不要收，就是他真的传来就把他删掉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骗局的部分，就是应该就是大家最近就是常常就听到的，比如说创意私法，对，就是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都不是这些人本身自愿的，他其实是用了非常多的骗局的手法。没错。对，来让这些人不得不
做这些事情。是的。对，那其实那个手法真的非常的残忍。那我其实就稍微讲一个，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就是都有记者还有去做一个完整的报道，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看。那其实像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用就是 一人试两脚，然后就是跟你说，哎呀，就只是聊聊天还是什么的，或者说啊，就是拍觉得你很可爱，然后希望就你拍一个很比较可爱的照片，然后再来一步一步变成亲娘，然后再来就扮成另外一个人说，哎，你不拍给我的话，那个人在跟我要钱的啊，然后他们很生气呀、啊，然后他再假扮成另外一个人说啊，没关系啦，我们就拍一下这样子，其实也没有什么，还好等等之类、嗯，反正就是一人试两脚，然后双面夹击，这个可能是小女生，也有可能是男生哦、喔，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求救，因为遇到这种事情要求救其实是很羞耻，对，而且你已经传出去了，对，而且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是不是很贪心，或是我很笨，然后所以我才自己面临了这样子的状况的。所以这个骗局的部分，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说笨，或者是说就是他真的贪心，而是说在那个情况下，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辨识到可能后面有这样子的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侧录的部分，侧录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在视讯，我在荧幕录影，对啊，对，没错，或是截图嘛。其实我觉得就是情欲真的是人人都有，但是这样子被拍下来、被录下来，真的没有经过同意，就其实就算有经过同意，我也是觉得就是未成年真的也是不行这样。对，未成年是你经过同意都没有用，好吗？都不行。那我们督导讲一下，未成年是几岁到几岁？未成年就是18岁以下，对，零到18岁。可是我觉得硬要说起来，这件事情法律没有办法站得住脚，你知道吗？对啊，那好，他能受到什么处罚？散播我的外流影片啊？对啊，这个加害者会受到什么处罚？他会受到什么处罚？我觉得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一直宣导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法律能够处理的有限，很有限。然后其实像性剥削、私密影像这些事情，我觉得包含性侵害非常多，其实连关都不会进去。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和解，因为其实说实在，他没有办法进去关，你能够怎么样？你只能够就是从他身上捞一点弥补，就是能够赔偿就赔偿而已，就真的只能这样。我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性剥削，就是可能是命相这一些的，确实求助的或是申诉的女生确实比较多，这个是我从那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就是获得的资料这样。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所有的性剥削的项目里面有一个叫做视讯裸聊的案子，男生超多，他们要拍这些男生的私密影像，对，是要干嘛呢？其实很多都是为了要勒索。我是一个女生，我跟这个未成年弟弟聊天，然后可能在交友软体上面，然后聊一聊之后说，哎、欸，我们来视讯啊，然后我也不开，但是你先开给我，然后男生就开始这样，然后女生就录下来了，然后录下来之后，哎、欸，其实背后是一个油腻大叔，然后在勒索他说，哎、欸，你如果不帮我去跟其他人要影片，或者是其他女生的影片的话，我就把你这个影片传出去。对，对，或者是说你要给我多少钱？那如果你觉得对方真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女生，你也确定你看到的是，因为我们确实也有未成年的少女被抓去诈骗集团，被逼着要就是跟人家恋爱，对这些事情，做直播之类的。所以男生在这个时候也要保护自己，对吧？是，因为你不管他认不认同，你就是有可能会被勒索。对，那其实你就跟未成年，其实他你也是犯法的一部分。对，这个部分我反而是觉得说，就是只要是未成年，真的就是避免。就直接避免掉，因为你不要管他到底主动还不主动，因为你到了法官面前，法官是不会管你说哦他主动，因为他或者是说他的价值观已经偏差了，所以你好可怜，所以我们就把你判轻一点。在法律的面前的时候，你已经触犯了这个法条，就是未成年就是一个犯法的关键字，就像毒品一样，法官说你为什么吸毒品？没有，我没买啊。他就放到我面前请我吃啊，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东西是对还不对吗？對，你就来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是你有问题哦、喔。就是说你黄子佼，哼，还买？你的脑袋有问题吗？
那我如果告诉你，其实100件性侵案当中有65%以上都是家人，其实会被吓到。嗯，对，嗯，陌生人反而很少，对，都是家人跟亲戚，可怕，对，也被吓到，家人哎，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叔叔、伯伯、堂哥、堂姐都有，啊，对，反而陌生人最少，太荒谬了，对，怎么